书瑶尽管工作忙碌，仍时常在社群与粉丝分享生活点滴。27日po出与妹妹一起去沙滩玩耍的美照，却被眼尖网友发现，她似乎把泳衣直接穿出门。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极凶的长发随风飘逸，歪头甜美灿笑的样子，融化不少粉丝的心。上身则穿着印花连身泳装，胸前大 U 型的挖空剪裁，丰满的东西半球和深邃的事业线全都外露。下半身套上刷破牛仔短裤，纤细的四肢和超有料的上围，好身材让粉丝直喷鼻血，大赞瑶瑶越来越美。瑶瑶内文写道：“妹妹说海平线放腰，人自然会变高。”却有网友搞笑留言：“管他海平线，我只看到事业线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